今天的题目是治心妙方，注意力的本质。禅修和听闻佛法之前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。做几次的深呼吸。原始佛法里面的听闻佛法，它经常是进入禅定的照应，进入禅定的方式之一。虽然说它契入的禅定，在深度而言，它是相对比较浅的，但是它绝对是有符合禅那的品质，有趋近禅那这样的一个功用。所以，如果你用正确的心态听闻佛法，这样的听闻它带着一个引导的作用。这种引导的作用，就是佛经里面经常提到的初禅的寻根四。寻根四，简单的来讲，寻是内在或者是外在的引导，言语上面的引导。四就是在这种引导之下所做的探寻，言语上面的探寻。原始经典里面呢，它实际上非常强调注意力。虽然这样的一个现代的文字，注意力，它并没有出现在原始经典里面，但是有另外一个词汇经常出现，那个词汇就是坐意。坐就是工作的坐，意就是意思的意。这个坐意。Manasikara，它基本上就是注意力的意思。大家很多人熟悉的所谓的缘起，那个缘起呢，它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将12支的缘起，无明缘行、行缘识等等的。还有的地方呢，它一开始它是讲如理作意，然后不如理作意。如果不如理作意的话，举例来讲，爱啊，贪爱、执着，它就会发生，然后痛苦就会发生。如果有如理作意的话，那么贪爱、执着这些惯性就会逐步的被瓦解。痛苦，它的因子就会全然的断除。什么叫做注意力呢？你如果在你的经验里面观察一下，那你很有可能你会发现到有一些飘忽的念头。那这些飘忽的念头，它本身，如果你没有去在意它，你没有去参与的话，它是很飘忽的，它的内容是很稀薄的，它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片段的影像，片段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一旦这里面某一个部分的影像，某一个部分的感觉，它唤起了你的兴趣。然后你把这样的一个兴趣倾注到了那个念头的内容，这种倾注进去，它就是一种注意力。在主观上面，这个注意力的感觉就是心的移动，它就是心行，大概最原始的模式，就是注意力。根据佛陀的讲法，注意力
它在执着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它伴随着关键的地位。如果不是因为不善用注意力，那么我执根本不会产生。我执之所以会产生，贪爱之所以会产生，我执之所以能够被延续，贪爱能够被延续，就是因为你的心，它以感兴趣的方式灌注到某一个部分，这个叫注意力。如果你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到，当下这个注意力呢，它有可能是处在很大的动摇，也有可能是处在相对的稳定。基本上，如果你当前的状态是匮乏的，是不满足的，他们的心就会很躁动的，他不断的在寻觅一个能够让他感兴趣、能够稳稳的抓住他的注意力这样的一个对象。他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对象，没有什么好玩的，特别让他感觉到新奇、愉快、满足，能够长时间在这个地方落脚。那么，因为那个饥渴的本质，那个心它就会好像是不断的重新发射，不断的攀援。相反的，如果遇到了一个他感兴趣的东西，举例来讲，原本刚刚飘忽而过的这个影像，这个影像它里面的人事物，是你所关切的，可能是让你感到有吸引力的，可能是激发起复杂的情绪的，可能是造成你的觉受上面比较强烈的涟漪，你的注意力就被导向，而且被这样的这个影像捕捉。它不只是会被这样的影像捕捉，而且它是积极的、不断的在追逐着它，积极的、不断的参与着这种追逐跟参与，它本身的力量有一个程度的在推波助澜，把原本的相对单纯的故事弄得越来越复杂。越复杂的故事，如果它产生出来的效应是让你感到更有兴趣，那么就会像滚雪球一样，你越来越入戏，你越来越陷入，你越来越沉迷。我们如果留意一下这个注意力，它的本质可以说跟觉知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。为了说明的方便，我们姑且这样子分类吧。注意力它是一种用力的，你必须要微微的皱起眉头，就算不一定是在你的脸部，在身体上面皱起眉头，那个主观上面的感觉是，你有某一个地方是稍微用力的。而觉知呢，相对是不用用力气的，或者是说它的用的力气是微乎其微，甚至是觉察不到的。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你本来在开着车，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，前面迎过来的
是一个巨大的广告牌。这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有着一个美丽的人类，有一个会唤起你的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影像。你的惯性就是会用力的把心倾注到这样的一个角落去。它不只是倾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落，而且它会一个程度上滞留在这个角落，像直升机一样的在该地徘徊，在那个地方品尝着，在那个地方品味着，在那个地方捕捉着滋味，受用着滋味。一般而言，如果车子很迅速的已经开过了那样的广告牌，你不得不的注意力必须再去寻觅其他的目标。可是假如你的车子是没有在开动的状态，它是停在路边的，那么你有可能是会因为对这样的影像感兴趣，更多的时间滞留徘徊在这样的影像。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微的动作的，当你的心如此的滞留停滞在这个对象，它并不是全然的停歇的状态。他一会儿焦距是放在这个美丽的人类他的脸部，一会儿他的焦距是放在这个美丽的人类他的腿部，他一会儿他的焦距是放在他自己的生理上的反应。这个就是注意力的本质。再一次的，如果我们要去区别那个注意力跟觉知的差异，注意力它是耗神的，它是要费力气的。你可以感觉得到它导向到一个具体的地方，而且它必须要透过兴趣而被维持着。当你不再有兴趣，当你感到无聊，当你感到乏味，当你攀援这个对象，他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足够的抓取力，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足够的滋味，那么往往你又在陷入去寻找其他的攀援对象那样的状态。相反于注意力，什么叫觉知？你可以这样子理解，所谓的觉知，它就是经验的本质。经验的本质，如果你勉强去形容它的话，它是被知所全然充遍的。也就是说，经验它严格的来讲，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什么客体的东西。那个知跟那个能知，那个能知跟被知，能知跟所知，你真的是找不到有什么样的区隔的。那个经验本身，它就是充遍了知，它就是知。勉强你可以说它是知的某一种呈现的状态。然后这种知，它是不需要刻意的导向，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可以觉察得到的用力，它觉知的本身并不存在，并不是导向于某一个区块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注意力的本身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回过头来
去看一看你是怎么样在使用注意力的，以一个正确的态度试着去了解注意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那个注意力它开始被调控了，它开始被缓和了。你想要调愈自己的心，你想要调愈注意力，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压制，去拴住注意力。虽然修行上有的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用那种强迫性的方法，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你是不用刻意的去拴锁住你的注意力，好像是锁住一只动物一样的这样子锁住它的。你只需要把你本来就有的对事物的兴趣，对事物的好奇心，转向到注意力的本身。当你这样子做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你就会发现到注意力它的躁动和缓的一个部分。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你不是全然的淹没在注意力里面的，你不是全然的淹没在境界里面的。似乎可以以一个超越的态度，以一个超越的姿态来知道。知道像什么东西呢？知道好比说你眼前的这样的这个注意力它有多用力。你光是去留意你皱眉头的程度，你导引维持着注意力那个隐约的费心耗力用力，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注意力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困惑你，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绑架你，它是瞬间和缓的。这实际上是一种令心行休息的具体的操作的方法的一种。我们都知道十六圣行里面有令心行休息，一个令心行休息很具体的做法就是去留意注意力。我们有提起到去觉知你的注意力的方法，其中一个是去留意注意力它的用力、它的费心、它的耗神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还可以去观察那个注意力它是如何的滞留在一个对象、停顿在一个对象、紧抓着一个对象、陶醉在一个对象。就好像是当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一个美丽的人类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注意力它是被捕捉了的状态，带有一种停顿、滞留、盘回的状态。你可以发现到这种滞留、这种盘回，它是透过兴趣而被维持着，而这个兴趣它就是爱，它就是贪的具体的表现的方式之一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
因为贪，因为可爱的推动，所以心它用力的跑离开了它的本位，而去寻觅，去攀援一个他以为是在他以外的东西。这样的注意力就是世间的极，也就是说轮回的发动，也就是说我执的发生，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活动。当你这样子的去了解，去觉知注意力，你会发现到这个你那么在乎的自我，这个对你而言是最亲爱的、最关切的这个自我，它的质地、它的强度，就只不过是注意力的质地跟强度。换另外一个方式说，就是你的我执，它只不过是透过注意力，它在滞留于某一种活动状况，注意力它滞留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它只不过是那个心因为饥渴，所以用力，它的用力的方向是跑离开它的本位。那个看起来如此的坚固、如此的真实的自我，这个人格，它就是这样子的质地而已。实际上，没有什么绝对的自我的。你之所以会认为你有一个身体，那是因为一个被爱所推动的注意力，它不断、不断、不断的在对着触感、对着影像在攀援着，在跟它发生这种关系。所以你产生了"我有身体，我是身体"这样子的观念、这样的态度、这样子的关系。同样的，因为爱的推动，所以你的注意力它奔跑向，它灌注于，它停滞于，且不断在生灭的压力感，不断在生灭的影像，不断在生灭的念头，那些内心的活动，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产生出我是念头，我拥有念头，我是内心的活动，我拥有内心的活动。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认知，这样的关系，去留意着这个你觉得那么颠扑不破的、那么真实的、那么剧烈的强迫性的、那么稳固的这个自我，它就是当前的这个用力、当前的这个注意力在关注，它就是由注意力所支撑着的。当你越了解注意力，你越会发现到，它
是如此的稀薄，它是如此的涣散不可靠，它的那个力道是断断续续的，它的对象是这么的混乱，那么的武断，一下喜欢这个，一下喜欢那个。一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，一下对那个东西感兴趣。你一直在扛着它，你一直在认同它，被它像猴子一样的绑在它的身上，到处奔波。这个就是自我的本质，这个就是心性的本质。对于这个，知道它，明白它的用力，明白这是一种活动的状况，明白它的那个活动。是为了服务你，不是为了要让你更平安，不是为了要能够让你更幸福。他不知道是服务谁的，他是一种盲目的力量。你以为你是他的主人，但是你都没有办法预测他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奔去。放下它，这个放下的意思，并不一定是说用力的去控制它、去压制它。放下它的意思就是觉知清楚，所以你放下对它的兴趣，注意力，它之所以能够。继续维持着他的活动，是因为你不断的赋予他那个爱，你对这样的状况是感兴趣的。当你留意到你在给他添油加醋，你在给他灌输着这个感兴趣这种活动，注意力他一瞬间开始趋向祥和。一瞬间，那个身心的现象开始脱钩。你不需要是任何的这些东西，你不需要扛着这些东西，你不需要被他们绑着，东奔西跑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在医院里面有很多义工的经验，做义工的经验，看到很多濒临死亡的状态，很多快要死亡的人啊，他的体力已经不济了，他的力气弱到连维持注意力。都有困难了，他的体力弱到连维持那个求生的意志都有困难了。他在那个时刻，平常那么在乎的、抓得那么紧的，一瞬间变得如此的清楚，原来这些东西，它是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么样的薄弱，它就是透过这个。注意力不断不断在连接着，不断不断在抓着，不断的攀援着。它只不过是透过那么微弱的力量在维持着，让你感觉到我活着，我是这个人。然后在濒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如果他平时他是有修行的，
平时他的资粮已经备妥了，在惊艳到这个注意力无以为继，意志力无以为继，这个人格他无以为继，没办法延续。他不会恐惧，他不会失落。他因为没有恐惧，他因为没有失落，所以他不会再造出那个新的对于未来的境况要攀援的那种意欲，那种瘾头。修行好的人，很多的他都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得到大的突破，在五蕴瓦解的时候得到大的突破。当然，更高明的修行人，他是不必要等到那一刻的。那么，光是透过意念，透过了解这个其他濒临死亡的人，他们所经历的，那平常抓的那么紧的、那么用力的东西，它的质地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所以你不断的练习深度的放下，你不断在治心，在调心，在当前一个很容易、很好的一个治心的方法，就是留意你的注意力。这个注意力，它决定了你以为你是什么，它决定了你的攀援的方式，你的用力的方式，它决定了你是如何的在表达你的贪，你是如何在表达你的爱。如果观察注意力让你感到疲劳，提醒自己，任何时候都能够安住在觉知当中。觉知它是不用用力的，这个觉知它是不需要刻意的导向。它不需要费心，它不需要耗力。你光是记得这个知，有这样的一个知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这是一个多么的神奇的一个状态。对这个感兴趣，一瞬间，原本是不断的在向外攀援的注意力，它似乎是悬崖勒马。他开始对他自己的质地感兴趣。他开始发现到，原来他是从觉知里面冒出来的活动。觉知是他休息的地方。就如同平常抓得紧紧的自我，回过头来，他发现到原来那是心的一种呈现，他乐意松脱开来，这个松脱开来，不是死亡，不是失落。这个松脱开来，只是放下你的迷恋，放下你的迷醉，放下你那个不断在耗力攀援的状态。那如果不晓得、不懂得、不熟悉，怎么样安住在觉知？那就安住在
知道着注意力，就好像是在调育着动物一样，一个驯兽师一样，在调育着野马一样。你不需要总是很费劲的跟心打架，跟注意力打架，你只需要安住在知当中，去对注意力感兴趣。对于他的用力的程度感兴趣，对于他是怎么样被兴趣、被爱所维持着这样的状态感兴趣，光是做到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阿江顿他所说的什么叫做私生地。苦的原因就是心它离开了它自己。什么叫做苦？苦就是心它离开了它自己之后所要承受的苦迫。什么叫做灭？灭就是心它不再需要离开他自己。什么叫做道？就是这一切能够帮助你了解什么是心跑到外面，什么是心回家的方法。
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，独依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心善解脱。